纽西兰周日宣布，由于冠状病毒的威胁越来越大，该国周一起禁止所有从中国大陆出发的外籍人士入境。For anyone though who has visited mainland China in the last 14 days, they will not be able to come in and remain within New Zealand's borders. Restrictions will be placed at the border. We will be reviewing that every 48 hours. 与此同时，外交和贸易部也将对纽西兰人的旅游建议提高到了中国大陆所有地区不要旅行的最高水准。返回纽西兰的公民及永久居民及其直系亲属仍然可以进入，但在返国后必须隔离14天。在纽西兰目前还没有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韩国也在周日宣布，自2月4日零时起，全面禁止14天内到访过中国湖北省的外籍人士入境该国。从湖北省回国的韩国人回来后将被隔离14天。总理丁世军还宣布，为防止这种病毒扩散，将暂停外国人前往韩国旅游胜地济州岛的免签证入境计划。지역사회내바이러스가확산될수있는경로를더촘촘하게차단해야합니다。周日，韩国报告发现3例新的确诊感染病例，使该国确诊感染病例总数达到15例。除去中国大陆，目前全球有27个国家和地区通报确诊病例。截至目前，有62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限制中国人入境的相关措施。各国从武汉撤侨的行动也在同时进行中。周日，印尼一架载有243名国民从武汉起飞的飞机抵达巴淡岛，机上大部分人都是居住在湖北，还有印尼驻北京大使馆5人和一名外国人。他们补充说，有4名印尼人出于家庭原因选择留下，还有3人无法满足飞行的健康要求。在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机上的人被转移到军用飞机上，将他们带到北部纳图纳比萨尔岛的隔离设施内隔离14天。军事官员说，这一设施距离居民区和最近的港口约5公里。由于开发针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苗需要相当的时间，未来一段时间各国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应对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工作将是严重挑战。新唐人记者严峰、张琪综合报道。